情感宝说嗨，我们要介绍佩佩的大树绿绿，还有 Snoopy 的巧克力蛋蛋。谢谢阿宝的讲解。现在时间呢是美国12月10号9:40晚上刚下班，所以呢我们要先打开佩佩猪的大树绿绿哦。今天让感感打开12月10号在哪里呢？是一个脚踏车哎。那是那滑板车 scooter。所以呢，这个 scooter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介绍类似的哦，它是可以滑行的。应该请你让看贝贝卡兔去做好了。所以呢。我们看一下，有瑞贝卡兔呢，是骑 scooter， 哇，好可爱哦，非常非常可爱，可以配合着，哦，倒了，配合着乔治的雪橇，还有另外一个雪橇，所以真的蛮可爱的。它这个，因为它有一个凸槽跟凹槽，所以任何一个玩偶都是可以用的哦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，今天是12月10号，第十天。请期待之后的佩佩猪圣诞节倒数日历哦。然后我们还要介绍一个呢，是在墨西哥买的巧克力蛋。我们看一下，我还是第一次有看到 Snoopy 的巧克力惊喜蛋哎。它不是健达出的，它呢叫做 Snoopy Charlie Brown， 然后就写西班牙文的巧克力蛋蛋哦。然后上面也是写西班牙文，有很多种玩具可以介绍，可以收集，好小哦。所以有 Snoopy 的模型，有小戒指，好像还有贴纸、卡片等等哦，哈。所以全部都写西班牙文，所以我看不懂。好，没有写西班牙文。有啊，都是写西班牙文。好，我们打开吧。感宝已经换上睡衣了，因为美国已经是9:30了，等一下就要准备睡觉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蛋蛋长怎么样子。是这样子，叫 Weibo Latte Surprise。可以打开吗？好，可以吧，两个去打开吧。有一个碗，可以把巧克力放在里面哦。我看一下，蛋蛋上面还有印那个。我的已经下去了。你的已经打开好了，掉下去。好，快点打开来吧，轻轻的宝宝。吃巧克力。吃巧克力。阿甘的已经出来了。巧克力好吃吗，阿宝？阿宝说巧克力不好吃，因为它 可能是有点黑巧克力还是什么的。阿甘你觉得好吃吗？阿甘觉得好吃。Snoopy！ Oh my god， 是 Snoopy 吗？我最喜欢 Snoopy 了。Snoopy！ 哇，真的！好，我们现在来组装，我们两个组装，抽到一样，真的。可是我好喜欢 Snoopy 哦。你看一下啊，有这么多种可以收集。对啊，我以前最喜欢的就是 Snoopy， 因为以前我小时候啊，日本的动漫在台湾好像，也是很流行，但是 Snoopy 那时候也好流行哦，我好喜欢 Snoopy 哦。然后这有教你怎么组装，所以感宝是抽到一样的吗？我样子。感宝，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啊，感这边有教你怎么组装。看一下，组装好了，两个是一样的哦。是 Snoopy 脚翘起来，好可爱哦。妈妈，这个是男生的，所以很可爱哦。所以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对啊，我好喜欢 Snoopy 哦。可以放到冰箱吗？可以。所以你们有看过 Snoopy 的奇趣蛋吗？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呢。OK，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现在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